麦克风，讲，听问题会当直接问白金。到好，他讲到了那菩萨本身中啊，因为菩萨曾经做过天王、鬼王啊、鹿王，在里面做王，那么来修行的大圣。王天啊，夜叉的啊，自等你名咒，这个人天神啊，啊，跟念头，那咒语本。要了解他什么连连咒，你知道连连咒在讲什么？知道往生咒里面是在说什么吗？你念这个大悲咒，你知道咒里面啊，那摩哈那达那达那呀耶是什么意思啊？你也不知道啊啊！他说清净观音呢 啊，那么就是他整个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念，我们讲这个咒哈，不用去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其实就是原来达罗韦图人的，其实这样就是阿大伯会陀的嘛。我们说。啊，这个离聚吠陀是最早的嘛，那么娑摩吠陀、夜罗吠陀，那娑摩跟夜罗基本上就是像我们都犯拜了，唱诵、唱赞呐、然后他规定那个音律要怎么唱，然后啊，反正类似像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佛，那么很多都是我们那边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阿大伯吠陀，啊。离聚吠陀、娑摩吠陀、夜罗吠陀，吠罗吠陀是规定你怎么唱怎么唱，啊，哪里唱赞哪里要拜啊，反正这些。那么最后一个阿大伯吠陀是原住民达罗韦图人的信仰，它里面就有很多民众啊。那后来雅利安人征服了这个达罗韦图人，把它贬为首陀罗，但是也受了他把他的这一些文化吸释吠陀里面的一个，所以它是比较最后的。但是这个咒语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啊，跟后来佛法，尤其是初期啊，这个在阿含经啊，初期大圣就开始的一个种种的三昧啊，百八三昧。啊，那么这个非常多的三昧，无量的三昧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两个有一点点近啊，这，你念咒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咒是在做什么，你只知道念了有什么功德，做什么用的啊，比如说，咒听说能够化解一切。不祥慧力之气，所以你在厕所念也没关系，哈哈。那往啊，可以拔一切能言咒，据说可以啊。那他怎么想？讲这样，大家都这样说。戒法持戒，他要明白道理的。咒语有四种功能，叫做习、真、怀、诸。习就是习灾、习难、习苦，去除了，去除一切的苦难。真就是真福、真慧、真受，真这一些，就是好的。念了这个咒，我会有
不好的念了这个咒，我不会没有，我就是我会去除，啊，就是我们叫做啊，这种种怀，就是你会有善缘，啊，比如说人呐，啊，这个是有是防小人，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诸去除，那么增加一切的善缘。啊，那其实他就是变成一种功用，但是他不懂他的道，反正念了就会有了啊。像现在还有人在传给我那个什么啊，什么可以防疫的咒，啊、就是念完新冠，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代志啊。那么是啊，像咒语就很，你把像有些法师就把。我们并不是佛法，啊，我们最常见可以消，可以吗？其实有很多，有的非常多。其实这个都是原来很多了一大堆啊。那么咒就是习真怀珠这四种功用。陀罗尼不一样哦，陀罗尼要明白修持一持精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你要把它背起来，你要了解怎么做。那么立法不思，恶法不起，它四种陀罗尼。陀罗尼如果依照大乘念四种陀罗尼，它基本，所以你看文持分别之陀罗尼，音声陀罗尼，力量啊，让离善缘靠近啊，其实这些都是从心来，不是靠咒语的。佛法里面最的叫做信解行证。那你看陀罗尼其实就是四种文思修证的次第哦，那其实不一样的。后来就变成陀罗尼就是咒。啊，大千手千眼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我们简称叫大悲咒。我们念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这些方法，观音菩萨的大悲心，你。由大悲，由观音菩萨的威德力，自然达到那个力量。其实不是这样啊，是我讲了、啊、到后面，我把那时讲，那这里对，有做天王、鬼王、畜生王啊、鹿王啊，这种种的了，所以开始出现。好，我们看第啊，明咒护法，咒语渐渐的重要起来啊。出时候，后期大啊，到了后期大咒重要了。那卷的啊，后来有七卷十卷。我译名，那么后期大圣的经典比较多是这样，比如说像《地藏经》，《地藏经》就告诉你，那些鬼王其实都是大菩萨示现来的，变成这样了。啊，那些天其实都是菩萨来的，都是佛菩萨来的，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后期才特别有的，
甚至啊，初期他也有，当然也有有些是这样的，比如讲啊，比如说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提婆达多不是开始说提婆达多其实也是视线的啊，他在这个是后期的，还有这样讲哦啊，他在这个地狱是受三残的啊，他是故意要来让佛成佛的。啊，他不是真的要害佛，他是示现的啊。那提婆达多后来也会成佛啊，就被天啊这些鬼王啊，你看那个地狱里面那些鬼王啊，其实都是菩萨示现的啊。那也其实那个都是佛。如果在中国来讲。啊，我们他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啊，什么神龙寺啦，什么伏羲啦，啊，什么黄啊，哦，甚至是月啊啊，然后公啊，都是啊过去啊视线的，就会变成这样了。那也有这种民间的这些，就是也许是故事，也许是真的有这个人，然后他就会告诉，比如说后羿不是射下十个太阳吗？啊，射下九个太阳。总共有十个太阳嘛，他射下九个太阳啊。哦，如果佛在中国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其实那个后羿就是菩萨的过去生啊，他帮助人啊，总之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把民间故事跟佛结合起来。那这一些伟大的人，其实都是菩萨示现来的。然后现在哪些天王、哪些鬼王，其实都是菩萨示现来的，开始这样情形出现啊，后期大。那个些愤怒相、贪爱相的，直接都是佛了啊，就开始变成这样。菩萨示现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释迦佛还没成佛以前的菩萨示现的，那现在释迦佛已经成佛了，所以就变成是佛示现的了啊，就是他过去生的菩萨了。那么。奠定了佛天一如的理论，啊，那这个是后期大秘密大乘啊，所以他也开始有本尊嘛。那西元三世纪起，印度梵文学复兴，啊，那印度教就渐渐兴起。所以啊，他讲在大乘佛法的方便道啊，因为他众方便嘛。送方便就是要摄受当时的人，很多以当时的人喜欢的、习惯的啊，就顺势讲，结果就有时候你摄受他不成，就被他摄受去了啊，就变成这样了，就混入了很多印度教的啊民间性，强调智慧的，那么也跟外道一样迷信，所以啊。他说，在大乘佛法的方便道及如来果德的倾向下，适应外在情势，发展为秘密大乘佛法，多与神教相通。所以，你看这个密教里面的哈，那么你看密教的佛堂，跟北传的佛堂、跟南传的佛堂都完全不一样。那密教的佛堂基本上，你看他们是供养。我们北传的顶多都是香花啦，香花，那油再就水这样而已，都是这样，或是果水果啊。那么有些也不一定有供水啊，那就是水果、香跟花，主要是这个啦。那这个比较多，其他的就可能就没有了。那密教的没有，密教就十供养啊，就很多啊。小佛堂就是他们就是花花绿绿的啊。从佛法来讲，基本。也好，那么梵拜的话，就是阴森佛寺的话，南传的就最少，他们有些也会有印，但是很少。那北传的就有很多，而且还有法器啊，法器啊，那种就是引磬啊、大磬啊、钟鼓啦、木鱼啦，顶多就是这样。那你看藏传的就更多了啊，那个法，而且那个声音啊，又更多了啊。那么他们不但就是有这种歌音声，还有什么？还有跳舞啊，就接这样。那
基本上以前也是没有手印的，这我们的手印，北传的手印，其实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啊，开始打手印，哪有狮子？以前也没有狮子的，以前的狮子是什么呢？是佛陀吃完饭之后，那么把他的剩下的这些施给这些畜生，或是施给这些虫蚁吃，那个是施食。那种施鬼神就是念怎么咒啊，让他可以吃啊啊，吃方啊，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后来就是变成，就是藏传佛教从元朝是喇嘛教嘛，那么藏传佛教开始影响中国佛教，然后慢慢就是把很多咒语啦、施食啦。那么这些变成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啊，就是西藏佛教跟中国佛教在明清之后就得到了结合了，得到了结合。后来现在早晚课，啊，其实是这样的，是还是跟藏传佛教有一些差别。佛教是佛法是怎么来的啦？向下啊，那文学复兴也是啊。那么在秘密如啊，经多啊，比如说密教，他到从佛法到从到叫坦特罗。去啊，那么是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教的说法，所以你啊，他也印度教的说法啊，他叫做去。那么这佛法跟大乘佛法啊，那么密续密教。秘密大乘，它就叫秘密。那么忐忑这里传授好佛法，它是这样的，就是越多人知道。啊，他没有说这个佛法，你像密续有这种，啊，他即使是奥义书也是传给外人的，那么也不写的，为什么？因为他尤其是他要禁止那个手陀罗的人，奥义书啊不传给外人，而且很怕手陀罗的人知道掌握那个知识啊，啊，所以他第一口的，他用口传，他不用书写的，书写的。手陀罗那边去啊啊啊！所以他们非常重视那个上，非常重视那个上师，会告诉你，如果没有做上师口，自己啊，那是不是这么简知道越好，也。就算佛法没有传给你，你自己知道听到那个也有功德，就是你依这个经，就算你在旁边听到啊，六祖啊，有人在诵《金刚经》，他从旁边听到啊，因为我所说的悟到了，他也有功德啊。但是如果从密续来讲，就是说他没有经过我传给你，你自己这样去得到那个是没有功德，而且还有罪过，就变成这样了。那这个其实是为了防止你这些知识，就是知识垄断嘛。
婆罗门知识垄断了啊。那么他当时时代就是密是奥义啊，啊，就是啊，因为他们在三宝之外，另外加上上师，而且上师比你要先有上师才有什么，啊，才有佛法身啊。那么这个其实是印度教法，后来秘密大圣就采取啊，所以他其实很多都是印度教的啊，印度教的做法啊。那第一个，他的经叫做序，这个是印度教的。第二个，他的传授方式是秘密传授的啊。那么甚至啊，甚至没有上师传给你，那么你自己听到得到的，那么这个是没有功德的，而且可能有道法，还有罪过啊。那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供。这样子的，比如说《大日经》里面啊，密教很重要的经典《大日经》，他为了要设设这一些习惯这样啊，他们习惯就这样，就好像我们抽签一样啊，卜卦一样啊。那么为了让你方便，让你来接近佛法啊，我也做一些签，做一些卜卦的卜啊。那你慢慢接触佛教，我再告诉你真理。他们习惯就是说要做火供啊，那所以。他就告诉你啊，那你也做没关系，但是这个火供要做整套的，不能做半套。要什么套呢？说你如果你只是啊用这个做整套的，就是你只做半套，你只用。然后一些米啊，那烧，那这些也是不能否定他嘛，啊，因为他要设啊，先肯定他啊，你这样做是对的，但是这样做不圆满，啊，那要怎么？你要用智慧火烧法，这个叫做内护魔，那个叫做外护魔啊，这样就把他拉进来了，摄受来了，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习惯，你就不用故意再怎么样啊，故意再去做那些护魔了，其实不用，你直接做内护魔。但是他为了他，当然他也有讲啊，如果你没有做外护魔，你做内护魔那个也不对啊。但是其实从佛法来讲，他是为这种习惯去就我烧烦。看他就是摄受进来了啊，像般若才是大明咒一样，其实你看道理是一样。般若你有智慧，有无我的智慧就是般若嘛，无我的智慧就是般若，你有无我的智慧，这个才是大明咒，真正的明咒，而且是大明咒，最大的明咒。啊，那你用智慧火烧烦恼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护魔啊！其实你看还不是一样，但是他并不是在肯定这个护魔，也不是在肯定这个明咒，他是在肯定般若，肯定断烦恼。但是后来这种方便后来就变成是在做外护魔啊！用这些，你看现在台湾也有是这样啊，都在做这种护魔。啊，那么就是烧很多那种木头啦，烧很多，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啦，又浪费啊，浪费那么多钱啊。那做法，那所以他这个前面讲啊，这个就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师长的咒，佛菩萨真言是语密。那么奥义师的秘密传授是生秘啊，什么师长的地位重要起来。那神教的手印啊，民间
神教的手印佛法也有了，是生命。这个我们落掉咒啊，这是像现在的也有啊，什么法界定印啊，啊什么什么，其实那个不是佛教的，佛教原来没有印，佛教有的印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圣叫做一时相应，诸法毕竟空，啊，没有印啊。但是后来密教才有那个印，啊，印，那么就变成手印啊，什么手印，什么手印，啊，那像我们施食啊，比什么比什么那些，其实那个不是佛教的，那个、变成三密相应啊，身密、口密啊，然后意密、心了啊。啊，他说护魔啊，这个是佛法所。成为自利利他的重要事业。好，里面呢、啊，开就是结合印。那个时候刚好是婆罗门教、印度教复兴嘛，啊，那啊，神哈、哦、跟佛教的菩萨最大的。就是佛教的菩萨是人菩萨，我们现在已经缺夜叉了这一些的，基本天神啊、夜叉神啊这一些的啊，就是。第一个，天菩萨有时候拿武器，因波罗神，第一个他，第二个。那人菩萨不可以啊，那没有三个三头六臂啊，没有啊，象骑啊，印度是象牛啊啊，那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或是啊，抹了一下这样，这个是后来就开始结合。我们的四大观音菩萨啊，这个啊，但是不知道是狗还是什么，叫谛听，我也那观音。孔雀啊，就比较常见。他有坐骑，他有三头背，这个是印度神。初期大圣没有这样的形象哦，后来就结合了，后来就结合了啊。那啊，这个其实是密教的显。那
然后坐骑啊，其实是这些形象，其实都是印度天神的概念，这些都是印度天神的概念。那大就是人，人菩萨啊，比如说维摩诘啦，啊，比如说这些，比如说像一些不管是在家出家，他都是以人去行菩萨啊。那这一些他。啊，到了后来就跟天神合，啊，开始就不一样了啊。好，那他到啊，怒相的，也就是夜叉了，一些愤怒啊，秘密大也有相报相合的，叫做欢喜佛，跟密教。一般人看起来会觉得非常奇怪的，啊，都是那个，其实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密教的神啊，如果有唐卡的话，你看色彩鲜艳，那么就形状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啊，就是三头六臂啦，手拿武器啦，不然踏个鬼啦，要不然两尊人男女抱在一起啦，反正这个。梵天、湿婆、毗湿，其实都有关系。梵天好像是奇，色，色在。气是印度教，印度教出了一个天才了啊，就是龙色这三大教，而且吸收桑杰罗啊，毗湿奴、湿婆，他不但吸收耆那教的。好，安坐。看到我的背面，密大师啊，基本上讲。来的秘密大乘就结合这个教，
跟佛事，然后强调咒语，强调手印啊。融摄他的啊，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道的化身。在藏跟念佛心自信他一开始的念佛并不是跟如来藏你就啊这样就是误入佛，其实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这样讲的啊。是否啊这个。龙树讲量阿僧祇解啊，那这个华严一，他可能讲三生或是生，就是说你真行菩萨道啊，就变成有时候讲。修很成佛，那变的佛法是说，你先利济众生。
我之后才开始这样是没办法成。好，地藏经是比较啊，那比较后期的，后期鬼王什么鬼王四大菩萨啊，很典型的很后期的经典才这么讲啊。也如鱼雀句啊，他不讲经，以中央。比如这那么里面没有跟佛这种，就是讲佛的法身的概念，佛的法身，法身佛是不一样的。佛是法身佛，佛法身，因为成正觉的人都有法身，依法这个身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法身概念为的五分法身，这个就是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身是五蕴基。这样的概念就好像眼，天眼是能见的意思，慧眼跟天眼的那个眼不一样，但意思都是能见法，能见法叫慧眼或叫法眼，慧眼啊，那个有眼睛能见，能见法，以这个眼的概念来说智慧，所以叫慧眼。那么以这个法的概念来这个身，所以叫做法身，是这样。法的圆满依据都五，啊，界定佛的法人法身佛。佛是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就变成法报化三身了，啊，开做这种演变了，啊，那法身佛叫做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变成大日佛，啊，毗卢，
演变了、啊。所以所谓的五方佛啊，那么中央统摄一切佛法，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没有这个啊。那这个其实跟密教跟印度教也有关系，五方佛是反一天主地势在中央，四方来的四大天王四面坐的即位方式这样子的啊。所以那三十三啊，这是一天。啊，他密教就是方式变成。就是以刀立分五部组而统摄一切五部佛一天主第四大天王四面坐的即位方式。那第四是执金刚杵的夜叉刀立他王属于天，但是他是属天，他是夜叉，他是夜掌管这些夜叉。那当机者，那大王预计第七天再上去，夜摩天就是空居天了、啊，就是空居天了、啊。天龙八部的住处啊，所以有天龙八部。啊，灵异的形式不太行，就是他出气啊，也行，所以修啊，但是现在就变成大戒。
上。那后来你不晓得它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婆罗门教，从印度教。好，行果而去佛果。就是主要还是修天呐、啊，但是你如果你说的你不了天啊，你可能会下三恶道啊。如果你双修的话，你会下三恶道啊。那你也难出气不出啊。那你多为本，适应印度神教。就是以鬼神为本的大乘啊，就秘密秘密教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读印度教，如果你把印度经典拿来看，印度教的修法拿来看，你就会发现跟密教差不多，跟密教差不多，真的。好，那因为我们今天就先讲，那么秘密大乘后面。是在讲，就是大圣三系啊，那这个印度在讲到后期大圣。跟真经大乘佛法啊，那但是这里秩序他先讲啊，出佛法不及秘密大乘佛法，后讲这个后面才中观唯识如来藏。那因为他的大圣啊，但是总说啊，先知道这个秘密大圣，其实我们受秘密大圣的影响啊，大家合掌。像佛